为什么这是一个世代当中的微观的世界是量子思维哦，量子思维的世代哦。我们也从非常多的这些的文献里面，从科学、从医学，以及从现在我们所有在人间人类呢，最重要的是在经过一个大翻转的时刻了。那这个翻转的时刻就是来印证我们从过去呢佛所提起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佛国里面所提的每一句话，也就是要让我们真正实证。现在这一世就是来做一个最大的实证啊！我们了解到呢，这个世界它是一个妄念，它是一个幻象啊。所以我们了解到呢，真空中蕴藏着巨大的本体能量，它绝对在零度的时候条件下仍然存在啊！称为真空零点零。所以我们也将这个凯西米尔力的一种由于真空零点电磁涨落产生的作用力精确测量证实了这个物理现象任意一个时空点它的真空它具有的能量和整个宇宙的相等，所以它是无限大的。代表什么？代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呢不要存在上一秒，也不要存在下一秒，就是未来的那一秒甚至现在都不是一个真实的就是本来的无与物。我们了解到呢，我们透过呢从佛经佛经为什么现在所有科学家正积极的呢一直在探究，因为现在所知的都不到一趴。佛法里面它浩瀚在我们深入，身为佛陀弟子我们才了解到呢真的佛陀了不起当然呢隔行如隔山我们是不管你是初地的一定不知二地是，二地一定不知三地是。所以我们为了要让人们能够很重新的真正的了解到呢我们这个人体呢现在非常多的这个AGI 或者是这个 AI 嘛，对不对？ A 我们有分GAI 或者 A 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文字现在看到很多的像早期的这个这个所谓的复制羊也好，到后来现在呢几乎在中国甚至在俄罗斯都有做到，还有美国从这个比如说我们现在要一个比如说就像那个我们从注重师傅每一个人呢都可以去帮他设计一模一样的只是他设计的当中他里面有一些比较深层的一些比较属于专业的这一些是我们这个叫生成式的这一种人工智慧那这些它是有透过我们这个因为从整个全世界尤其欧盟呢他们有特别针对就是我们人的感知我们人的情绪那这些都有它实质的非常重要的一些版权。但是呢我们也了解像 5G 你这个以后是脸谱的，你这样子一光照它就有办法帮你画出来了，所以这些都是从我们在佛经里面说的从一个奇异的点重启一个点，所以是透过量子力学我们才能够更加了解到更加了解从这个实际上的实质上的这个量子力学当中要让我们了解到是每个当下每个当下你只有每个当下你才能够更加清楚去完成所以的这个十的负三七五八零九六三八四这个念头代表就是从薛丁格里面的告诉我们的这个猫到底是死着还是活着那我们做一个实际的一个例子，就是从阿弥陀经里面我们阿弥陀经我们都念嘛，以发愿经发愿当发愿，我们现在你就好好的念佛就可以呢，在西方确定就是一定有你的果位的，甚至你一定回到了家。就像现在科学呢他就将两个就是一个手套，我左边的手套跟右边的手套，我只要知道我左边的手套我在台湾，另外呢一定就是右边的手套了。代表什么？代表我现在相信佛，我现在念佛，我在另外一个国度西方极乐世界就合起来了。
了、哦、所以这是我们所谓的这个量子思维、哦、相对的呢，这些都是随着我们的意念，你一定要在当下非常清楚。那因为我们的细胞非常特别，就是人要去储存，就是只有在这个细胞里面才有，那细胞里面有重重无尽的科学，当然是一秒钟就有一亿个念头。那千百亿化身代表什么？代表我们在当下一秒钟它完全切割重重无尽的念头。所以这是在华严经里面告知我们的。相对从无量寿经里面，就是要更深入的告诉我们，为什么富贵的华严精密的人类，为什么在无量寿经这么精准的告诉我们，到最后的一部阿弥陀经真正的达到呢这个五浊恶世，只要你越来越深入三藏十二部经典，从以就是你现在发愿了，而且呢你现在发愿了，那发这个愿，我现在讲话，我现在发愿，我现在在念佛，我上一秒已经过去了，那我未来我就现在当中的当下，当下我成佛了，所以你在西方就有了。所以这是一个呢真正的真空的话，我们必然可以达到的。所以呢速穷三际横遍十方，横遍就是像光，就是一个空间，速穷它就是一个时间了。所以时间跟空间都是我们人父给予它的，其实它本来就无一物。所以很多人在找说，为什么它会这么烦恼，为什么，因为你无知无明嘛，就跟你说过，本来就没有这个东西了，本来就没有所谓的钱财色名食睡。可是我们为什么会被财色名食睡给捆绑，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妄念。好，所以这个妄念是我们自己要去追求这个苦难的。你假设一秒钟的无知无明的妄念的无知无明，你要用更多的好几亿万的，你看到一秒钟就一个念头，就一亿个，你看你到时候它在细胞它是吸附的是非常快，因为念波是十的负三七五八零九六三八四，这是入法界的。所以这不是你单纯的你想要闷的，你到后来你的中阴身还是你要自己去走过，尤其你到49岁半后，49.5岁哦，你身体的没有理智这些真正的这个佛法，我们现在透过量子力学来跟你印证，我跟你说你到时候你会很苦。就像他们现在刚在学习啊，你春分就要起来，到后来呢每一个当下都会身体都会很清安，就像我们的永明禅师，我们的永明延寿禅师就是这样子。你看他一生他在当官的时候也被人们这样子误解可是他也不去辩解，可是你看那皇帝看到他的话呢，真的非常感动。为什么可以被他的那个神情给感动？因为他明白了嘛。所以他是我们的那个11月17号，就是永明禅师的日那个诞生日，也就是阿弥陀佛的诞辰的日子哦。所以就知道永明禅师是非常了不起的哦。您有机会你们可以好好去研究他。他白天哦，在佛寺里面呢、尽心尽力的，因为我们佛寺的屋顶就完全关上门了，这个时间就他就开始念佛，他能够每天保持念150,000声，所以他就是从五点之后就开始的就念佛了，就开始念到隔天，几乎都没有睡。白天呢一样佛事要运行，晚上的时间就专注念佛，所以这就是训练到后来你就会波州三昧了所以波州三昧呢在大集经以及在我们大智度论以及我们呢为什么要学习佛法，就是呢古大德都已经实证了。那以前靠自己你要经过三大僧期间，你现在透过五劫，就是我们的这个无正念国王也就是我们现在大众知道阿巴父，他的名字就叫法藏比丘，他用尽所有的血汗流泪成就了五劫就成就了，而且现在我们从地球来算已经十劫了。那我用最简单的数学算法，是一劫就是13亿4400万年，他已经成就了。所以你念他量子力学的观念，他就在你的心中，你的细胞里面就存在了。但是你要去念无明，他真的就到了。所以你到时候呢，你现在年纪轻还不觉得，你到时候你都要为你现在的
无知无明的闷，或者是烦恼，或者是呢，因为人家说六亲缘比较薄的人，就往往这就福报功德很大。你六亲缘很重的人，都是你们过去让人家不明理，那你带来的你的父母亲、阿公阿嬷、你的小孩、你的周边的所有的家人、亲戚朋友，都是报恩报怨、讨债还债的。所以他只是要让你平衡本来无一物。量子力学的概念就是非常精准的，你当下就是，你当下就是的，你有办法让自己当下，你就在佛国了。好，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的好，甚至呢，尤其是在这个时代，你只要透过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我们就不需要经过这么多的三大安身起解，因为呢，阿爸父已经帮我们呢架构一个西方极乐世界了。什么叫做元神？就是你原来的本地的风光通天彻底，并不是透过自己修的，我们这个世代绝对不可能的，你没有办法。因为他最后呢 这次让我们要深入，一定要回到我们的安乐国，这六万年来了啊，所以我们永远记得量子力学就只有一发愿的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当发愿的一句阿弥陀佛，未发愿的已发愿、经发愿、当发愿，全部都是一句阿弥陀佛，就这么殊胜。你一定要相信，你一定要持名，因为你真的空了，没有我，没有法，你真的空了，你才能够证入到真正的念。你的心就是念，念就是佛，佛就是心，心就是念啊，所以叫做心佛众生是合一的。我们从这个几百年前呢，从我们有记忆来，大家都知道说东方，也就是中国人啊，所谓的未来二十一世纪中国人的世纪，而且呢，中国人永远就是像我们每一个家家都有观世音菩萨的那个匾，匾额你仔细看。所以阿弥陀佛等于说他的孩子弟子就是观世音菩萨他大儿子嘛。啊，那是我们在经典里面的啊，《悲华经》里面，你都可以用心去找啊，去找，去找啊。现在这个影片呢，就是给大家看啊。到后来呢，真正的你要透过他力啊，所以我们从《阿弥陀经》，你看这个五浊恶世哦，你只要懂得用南无阿弥陀佛的心在心间，接下来你的态度、你的语言，全部按照着世间当中的融入。啊，你融入，你的心可以不用变。最重要是因为呢，量子力学可以实证，让我们更清楚。佛崛起，我们念它，它就在我们的重重无尽的这个细胞的菌里面了。所以这是非常何等何等的殊胜。特别在这个地方，就是要让你真正你静下来十万声，你每天哦，每天哦，真正的你的问题都会解决的。这就是阿爸，这就是不可思议的，这无法用语言。就是说你宁愿自己呢，你用计数器现在很容易嘛，你就一天都你就训练一次十几分，你看看有没有禅师是白天一定要在佛寺认真的出坡，五点过后他就是开始一直念佛了。好，所以我们鼓励你超过49.5岁的一定要好好的一心一意把握，年轻人还可以有机会学。可是无常呢，现在是最后一世哦。这无常呢，你要真正的去应用的呢，存乎其微的话，就是一定要听经闻法，一定要明白。明白呢，我们人体浩瀚，人体的大藏经当中，每一页每一页都有它非常深层的公案的故事啊。所以我们也希望透过呢，虽然我们在做一个文字的一个细述，甚至里面所呈现出来的有四五字，其实我们想让你看一下，印度真的是非常了不起的啊！他们各个的顶尖的数学呢，这个是96个外道当中的六个外道呢，是非常非常的厉害顶尖的。可是又能够怎么样？你终究呢，还是会有一个定位，就结束，就叫死亡。其实我们的灵性不会死亡，灵性不会生病的啊！所以我们透过阿弥陀佛，因为阿弥陀佛代表的就像一个无边无际、不会生病、不会死亡的一个什么钥匙。所以这个钻石呢，你要或不要，就完全取决在你的手上。你说你想要呢，
去解脱，可是你动不动自己就会掉到那个陷阱去，负向的陷阱啊。所以你现在回到我们有名佛事名佛，佛事一定要相信，就一句阿弥陀佛你念到底。所以刚开始你还是要用计数器，到后来呢你的行为举止全部都是无私的，就完全秉持着呢服务好帮助服务他人的心，你达到这个谦和之心呢，到后来不管你十万生有没有念，你会每个当下都活在阿弥陀佛。所以呢刚开始训练一定要专注，到后来你可以看哦，他不需要再花这么多的时间。所以我们累世你有修南无阿弥陀佛的，那这一世来到人间你要钱有钱心想事成，可是你一切都会完全布施出去。为什么？因为能量是大布施。所以我们非常感恩哦，今日也更加的呢精准的让我们所有的白净家人哦，我们透过以上所有的功德就是要来回向给我们透过在法界众生当中我们点灯的这一些燃灯的名单，以及我们透过在实际上运行出来的，我们也感受到呢在法界众生当中我们点灯的名单，还有慎终追远的名单，还有我们线上的圣南我们静无静白还有圣娇正黄父亲静无还有我们嘉义，还有圣山，还有静荣静梅，还有圣野，还有圣灵广庆法师，还有秀珠，还有静圣银还有圣吴钟美还有周周圣凤还有我们的静杰高贵业，还有我们的广纯法师，还有我们的广弘法师还有我们的广律法师，还有我们的广宝法师，还有圣慧圣燕其他的父亲还有我们的这个圣吴也希望透过今日呢我们在回向当中所有佛陀七众弟子，还有永明佛事明峰佛事，现在所有的软实力我们现在真正的本具足的深层的人工智慧，我们好好的念佛，你真的像广净法师这样一天十万，你大概不出几天你的心就很容易定了，定下来了，这个都不迷信，这个都是现在科学量子力学可以完全呢真的实证又实证了。所以我们呢透过今日在此呢就是希望大众不迷信，但是又可以这么无私的奉献，透过呢我们能力每一个当下呢都只为众生的这份心，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呢真正的阿弥陀佛的殊胜了。所以我们将今日的功德再次的回向给法界众生白净家人常随众能够了解到未来佛当下必定圆满成佛，我们同声开口将此殊胜的晚会法会晚课所有的念头都能够透过这一世快速转换，我们同声开口为此大能量能够还有圣红对，还有我们这个来这边付出积极的圣明丽英还有那个杜彩莹在罗东的这个医院甚至我们所有的这一些往生者，还有我们现在安慧法师、米荣法师，还有我们的红龙法师以及佛陀的七众弟子，还有我们明佛寺、明峰寺所有的硬体的，还有我们现在所有的软实力，我们合一，我们同声开口，将此圆满做圆满，交托给阿弥陀佛，口中背后的万姓万灵，即是方法界众生。开悟成就正遍无上正等正觉，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能够遇到善知识、会善知识及善知识于一处，将真理正法传遍整个虚空，将常寂光的国度降临在人间，就如同行驶在天上一样，并转换自身的神经血液细胞的设体 DNA、RNA、基因、原子、原子核、质子、电子、中子、微中子、微子、量子、光子、超光子，乃至于星星之光等所有结构，转换成无量光、无量寿。感恩再感恩，无限的感恩。弟子是众愿之念，愿粉身碎骨在所不惜。
法身遍满虚空，承担于一切，祈愿成就当中。阿弥陀佛。我们在创造生命的奇迹啊，我们所有法界众生、白净家人、未来佛背后所有的这些祖先啊，以及我们在心思意念当中有需要透过佛光运行的，我们都完全交托给阿爸父。我们同声开口，为此大能量。完全秉持着佛光，我们同声开口，透过以上所有的一切都完全交托阿弥陀佛。我们放光起诵，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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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感恩因为量子力学的印证，能够将佛法，尤其是这一句阿弥陀佛，太不可思议了。只要您牢牢的抓住，相信，相信我们的灵性不会生病，不会死亡，一心一意一定要回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将今日圆满的法会总圆满回向地，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是众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愿消三障诸烦恼，愿了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阿弥陀佛。法会晚课圆满，我们一切都完全交托给阿弥陀佛。也期盼我们的这个疗房，也就是我们每个白净家人常随众所有的放松的这些床都能够完全交托给阿弥陀佛。我们今日圆满，阿弥陀佛。